你问一下吧，什么都吃。对，除了不吃指甲刀，我什么都吃。除了不吃指甲刀，其实什么都吃。对对对。那你有刻意就减肥或者控制食量、保持身材什么之类的，还是不管？人家基因就是这样。基因就这样。我觉得他挺有灵气的，我有没有灵气，我不知道，以后再说吧。我刚刚起步。其实这个戏，好像周迅姐姐她拍的是短片，能跟她有这样一个微妙的联系，就觉得还挺幸福的。嗯，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她的电影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